会有夜漫渡城，听着雨，夜风散开几圈涟漪。你在门外听我练这支曲，我为你的遇见所以。琴声中绕圈成百姓的家，有人欢笑，有人在哭。情至深处，我也落下了泪滴，随心仿佛两思想的心事。一万只做蝴蝶从长空上飞起，飞过我指尖的眉宇，故事上只因你渐渐心是吧？这种情况真的很难办。那这情况真的是有点难办。感谢舌头的礼物，谢谢你的辣条。哎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。突然一下好哲学。我估计他只是想让自己爸妈放心一点吧。其实爸妈一直催婚啊或者什么的，也都是为了说想让你找一个依靠，然后呢两个人搭伴过日子，就彼此都能有个照应嘛，就这种感觉。琵琶的指法有正着也有反的，来个假离婚。哎呀，就是一个谎言，任何事情都是，无论是善意的谎言还是怎么样的，只要你撒了谎之后，就开始要用无数个谎去圆它了。我觉得也不存在搞定岳父或者什么的，就是只要你展现出你的靠谱，你的负责任，你的
诚实踏实，没有什么太过分的父母会拦着吧，我觉得对吧。我身边也是啊，有很多很多姐姐她都也是就是什么一毕业就结婚了的那种，然后过了两年之后又离了。现在主要是现在的这个离婚率太高了，提前敲下一个话题。感谢谢皮皮的红包，感谢你们的礼物，谢谢谢谢。怎么你们又说什么了？哎呦，够不着。需要老皮提前传授经验是吗？来来去去，只留下一场空。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。想唱这首歌。哇，真的很吵，我在楼底下。你对女孩子很挑剔的，就是现在女孩子不靠谱，我还觉得现在的男的都不靠谱呢。记不住前面。听得湖旁琴遥响，心不知所向。花船相逢，只有数学不会骗你。崎岖多人踪，谁家墙头有梅子芬芳？人间一场烟火，你曾盛开。别再开光姐玩笑了，等会儿人家恨人家生气了。从此孤独活，像昙花一凋落，怎堪再沉着？可怜良辰无多，心思无人说。是的，他们会很骗我的脑细胞的。我现在把我所有学过的知识全都还回去了，没留下什么了。感谢谢谢淡泊世情，谢谢你的小心心。霓裳纸伞回头望，千言无一笑。无一笑。问君情丝有几张，能把风雨凉。谁不相信爱呢？只不过有的人相信爱能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有的人相信这个爱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。凭栏数尽孤帆，泪两行。我从小到大没有学过物理和化学，因为我们学校只教文科。你曾盛开过，可惜人在西陵落，从此孤独。学政治、地理和历史啊，其他的语文、数学、英语就是照常学的嘛，对吧？真不错啊！是的，缘分这东西真的就是随缘，也别太摆烂，就是有碰到合适的、自己喜欢的，要还是要主动出击的。地理算文科不科学的吧？我弟弟也整不明白，真的整不明白。好可怕呀，老皮你说的好可怕。但我觉得化学实验室经常爆炸，天哪！哦，我之前在那个 B 站上面就看到一个
一位兄台，真的很厉害啊。他坐那个电动车，就是不用把着的，可以自动走的那种电动车。然后，当时做实验的时候出了意外，然后就把他的腿给炸没了，炸没了一条腿。而今不太合理，对，是腿没了的那个，对对，是老 S 跟我分享的。成全世界，大盘浮沉如刚寒夜，茫茫无期里月上加班，道生无语。海上三日无言，我听雨打旋律。但是他活得好积极，好向上，好健康。他和法同言，举着夜光杯。窗前，窗外小小的雨幕里飘然一曲有我走。好的，红莲花 ，OK， 没问题。水面上中间的倒影是爱中藏恨的诗句。我从小小的雨幕里，我记得还是要判断的，然后呢各种怎么地的，不是地理，不是光背的。隔海隔山。他那一句是做了一个短暂的离调。有何不可能谈吗？都可以谈的。看我们打起完全换。好，刀盘浮沉如刚寒夜。那我们舰长点曲应该提前，所以说下一首就是红莲华。刀声无眠，海上三日无言，我听雨仙林藏的口吻寒暄。哦，这最有用的对吗？他和法同言，举着反正我是整不明白，我真的整不明白。窗前，窗外小小的雨幕里飘然一曲，有我侧耳听。水面上中间的倒影是爱中藏恨的诗句。我从小小的雨幕里望路却千山都过尽，隔海隔山你的背影。窗外小小的雨幕里飘然一曲有我侧耳。天文望远镜现在还没用过。我经常买了很多东西，买完了之后就是过了很久都没有拆封。我在小小的雨幕里点曲有何不可 ？OK， 好的。高中地理不是数学，哦，怎么办？你买的望远镜看我演出，哈哈哈哈。哎，我没有望远镜啊，我都是靠我的眼睛去看的。因为看不到，对不对？要不要买西北？也不要买西边，要买北边、南边。来吧，开始。Yeah.
强行 Q 话题啊，我不确定能不能弹耶，舌头你点的那首歌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怎么办呀，不会，我妈呀，看那群山脉，听风唱着天籁，岁月已经更改，心胸依然自在，我放歌万里外，明月与我同在，远方里我等待，心澎湃，我寻梦梦就在，未来为我盛开，天空开始泛白，脚步如此轻快，我想爱爱就爱，不要寂寞出来。 OK 好，我先听一下，像碧海，我匆匆远来，暖暖你心怀。哎呀，你看好想唱歌啊！那甜恋的爱。好，咱们也就是说明天，明天，明天晚上也会直播的吧？是的，没错。更改，心胸依然自在。我放歌万里外，明月劳动节的礼物都解封解锁了吗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今天是第一天开播嘛，我不知道啥礼物。该出的战斗花该焦虑，该出的绵延不断。是的，假期要无了，但是我这几天假期过得很累，就是因为感谢谢舌头爆饭火锅，好久没吃火锅了呀，真的很久没吃火锅了，几大个月都没有吃火锅了，明天吃火锅。但我闺蜜也不喜欢吃火锅，商量商量，也许是可以吃个火锅的，就差一个是吗？干饭人，感谢谢谢谢谢舌头，感谢一日大师，谢谢你的碧克兰。明天我们点曲好不好？我闺蜜多不多？我闺蜜三个，然后好朋友好几个。爱吹动我心怀，吹开我的爱，这花香的爱。感谢你的碧克兰。我的闺蜜那当然都是女孩子呀，闺蜜的嘛。但是异性的好朋友也是有的啊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啊。哦，三个男闺蜜，那不至于，咱没那么多男闺蜜，没有男闺蜜，只有 gay 蜜，晓得吧。算是好朋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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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因为我是觉得我不需要和很多人保持很密切的联络。字里行间的人啊，对，太太那种也不能说是简单的好朋友，就是真的关系很好。嗯，我们这团这几个真的是嘴太损了。
就现在这网上不是有很多整人的套路吗？然后呢，一点开评论，那上面就写着说，嗯，这个我必须得拌一拌，怎么地的？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的？留一彻夜最为难，欢迎你们。一字一句斟酌，一笔一画雕琢，你对此一言而过，情字难落，难说。太太也是，就是关系特别特别好的朋友。他们几个都关系都很好。Thank you.
是情千遍，余温是侧一面，欢喜绵绵一世间，看你负心尽之言，区别大了，好吧。松鼠桂鱼很好吃啊，太甜了，我太喜欢吃了。桂鱼是清蒸的呀。为什么啊？明明那么好吃啊。太酸的我还是不太行，就像太酸的山楂，我就有点不太想吃。来吧。有小龙虾吃什么鱼？鱼也好吃，虾也好吃，都好吃。记忆消除。好，来，我们下首歌，一组曲。
它也不算舞曲，它是跳舞的舞曲。感谢你们的夸奖。那这样吧，阿光，立马挑个人选，你到底是选舌头，还是选青山，还是选老 P， 还是选平平，还是选老 S， 你挑一个人吧。你不说你眼睛里面只能容一个人吗？那我们就不给你乱搭 CP 了啊，就不给你乱搭 CP 了，你就挑一个啊，挑一个。以后我们炒 CP 只炒一个，炒 CP 只炒一个。哎，我刚刚脑子里面有首歌想给你们听的来着，算了。纷纷上线，嗯、啊，哦，对，忘记了，还有我们的贾太尉，还有小鱼，对。每次我们炒 CP， 每次只炒一个，再也不乱炒了啊。我们再来一个那个赤焰之鹰嘛，好不好？再来一遍赤焰之鹰，不是再来一遍，是今天来一遍。离婚老男人啊，好了，不开他玩笑。茉莉花没点，没有这首。这首越南歌还挺好听的，但是我没办法给你们念出来，你们可以听歌识曲一下就。让马丁变。只能和我吵，谢谢，不要打他的主意了。 OK， 好，下一位，有请下一位。看我的美甲、啊、好看，感谢你们的礼物，谢谢，这个好耶。君君怎么办？君君收入囊中。君君已经确定他不会跑走了啊。对，真的是这是什么妥妥的渣男语录。何止三个啊，薛涵怎么办？薛涵在攻略中。嗯，小 A， 小 A 当然是收入囊中。韩寒的草就是我的老婆啦，韩寒是第一任老婆，谢谢。
奥兔是好闺蜜。手指头来说大小是合适的，但是它有点短，老是要抹到胶上去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再来一遍赤焰之音。感谢你们的礼物，谢谢二幺，谢谢二幺的礼物，谢谢平平
哎，不对，感谢舌头，谢谢老皮，谢谢天问，谢谢狗蛋儿，谢谢。我不介意再来一遍，我们再来一遍吧，好不好？这不对劲儿，这个琴弹着。我要去换新指甲了。我们是不是还有一首啊？还有吗？时间到了，早着呢。准备到几点呀？我每次都是播2个小时左右。哒哒哒。哦，对，有何不可？忘了忘了，有何不可？人家等等半天了，不好意思，佟大河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等了半天。许嵩的，感谢谢谢烟，燕飞残月，感谢你的 B 克拉，感谢，晚安石头，晚安，拜拜。哒哒哒哒，欢迎悠悠啊！
年纪呀、啊。少年去，则国去，好不好？少年不，哎，舌头点的那首歌，老皮，你单独发给我吧，单独发给我，然后我下来再听，明天再弹吧。少年去，则国去。是我太过于倔强了吧。我飞到山丘，破晓了的暗香。
我不确定明天能不能就是直播了，因为明天我不确定我和我闺蜜几点能散场。明天我们要穿汉服出门，我要穿随时的那一套，她要穿圆领袍。哦耶，开心。希望我们的脸皮子够厚。我是月月，是我闺蜜，是凹凸凹凸，明天和凹凸凹凸出去玩。能有照片吗？好呀，明天拍照片。别再对着玻璃拍。明天是，对，明天是另外一个平台。如果回家晚了的话，那我们就晚一点开播好吗？或者是如果明天玩累了的话，明天就不播了，就是啊啊哈，看情况啊，我们看明天情况。穿汉服播吗？也不是不能，明天晚上应该估计就是穿汉服播，应该就是我出门什么样，回家就什么样了。哎呀，饿了，妈妈饿了，妈妈我饿了，断句有些问题。嗯，我全平台都是这一个名字。等会儿请拿外边吃，妈妈把那个菜热一热好吗？我想吃那个菜，就是蛋挞，我妈又烤蛋挞了耶。美团为什么美团不针对我们？怎么了？你被美团针对了吗？各大平台都有。没有，我只是微博也在发东西嘛，就是分享日常，然后呢抖音的话也在发视频。小青今天没来，小青最近有事情吧，说你 ID 违规啊？为什么？嗯，你有点奇怪哟，老 S， 你不太正常。感谢关注，谢谢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啦，好不好？我感觉是他的 ID 有点问题吧。那我们就拜拜了，各位，好不好？晚安，狗蛋儿，晚安，二幺，晚安，老 P， 晚安，茶君，晚安，燕飞，晚安，温，我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你，晚安，悠悠然，晚安，天问，晚安，扣扣，晚安，老 S， 晚安，甜甜，晚安，村花，晚安，济南，晚安，柏林子，晚安，麦田这块，晚安，吃花，晚安，功夫，晚安，圣祖爷光明大帝哟，晚安，你是猪，晚安，晚安，佟大河，晚安，人才引大，晚安，阿芳，晚安，孔子。紫瞳说反了，晚安云端，晚安诺亚，晚安各位，晚安啦。今天的晚安行动太卡了，一点都不顺畅。Goodbye。